这是什么戏？怎么如此怪异？这怕是他们的新玩意儿吧。 大人，在下有所困倦，想先回房休息了。也好，既然于大人不喜欢这酒宴，请便吧。走，于大人回房。 是侍才们戏子，不错。敢问尊驾，觉得我演的怎么样啊？烂透了。嗯。尊驾是否姓于明佩？不错。敢问阁下如何得知？那尊驾一定见过一样东西啊。 此乃我孩子身上之物，在下为了找寻这孩子生父，特意来到此地。敢问尊驾，为何在这里？你如何有这玉佩？我孩子在哪里？我的问题是。 你为何在这里？实不相瞒，在下乃是一名药剂师。半年前，欠了阳城富商黄浩一笔赌债，无力偿还，被他胁迫到了这里。这材料厂乃是黄浩云的府军大人所开，在下名义上是监理之人。 大家都尊称我一声于大人，但实则全是虚衔，背地里干的都是其他营生。什么叫其他营生？在下被他们逼着做五石散，五石散又称延寿药，在我朝不仅是一种禁药，实则也是一种假药。在下被他们逼着做监理，造了诸多的五石散。 去卖给朝中那些妄想延年益寿的大官。求阁下，带我见见我的孩子。见你孩子不难，我混进来也容易。但我眼下手中无刀，要如何带你出去？ 得容我想想。啊，实不相瞒，在下有一些朋友，非常厉害，说是明天要来这里，兴许我们可以一起走。你朋友？啊，为何明天来？啊，因为明天便是那府军大人亲临的日子。